30件绞尽脑汁也想不到的科技工具，惊艳到让你怀疑人生。第30件，发明他的真是个天才，酷炫的机械设计把一支笔做成了我买不起的样子，好用好看还好玩，折叠变小，携带起来也方便。第29件，心情不好脾气烦躁的人没事可以盘这个，有电子计数器，平时盘一盘学会自我控制情绪。第28件，小体积的随身 WiFi 走到哪里都能上网，收到直接先赠送你1000个 G 让你体验，不喜欢可以直接退，网速很快很流畅，台式电脑笔记本都能用，无线有线都可以连接，家里没网手机流量不够都可以用它，开车出门还能为车里提供流量，常年使用平均每个月才20多，每个月有1500兆的流量，真是太方便了。第27件，冬天车打不着火就用这个，平时是充电宝，零下好几十度直接把它夹在电瓶上，瞬间能启动车辆，柴油车汽油车都可以，顶部还有双灯可以用来照明，老司机车里可以放一个。第26件，这就是你们想要的37合1精修螺丝刀套装，做工颜值都是杠杠的，尾部带轴承的高品质手柄，搭配了36枚 S2 合金钢 T 头，常规和异形的都有，日常维修拆卸会很方便。第25件，今天过节就用这个了，不用打火机了，可以远距离点火，3米之内都好用，这回就方便多了，你们说行不行？第24件，开，这是高端的应急照明装备，有卡扣，能悬挂，内部是酸化液和荧光液，紧急情况就把它掰碎，快速摇晃，可照亮直径5米的范围，持续发光时间超过48小时，家里车里放几个，平时免维护，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应急，雨雪天气，恶劣环境，水下都可以使用。第23件，不管你开的什么车都要有一捆靠谱的安全绳，整体加粗高强度的棉轮编织，平时放在车里可以应对紧急突发情况，能帮自己也能帮别人。第22件，你知道二手车贩子是怎么样翻新车的吗？他是用了一个叫塑料件镀金的东西，像塑料件老化发白褪色它都可以搞定，它不是水不是油，往上一涂一抹就可以还原新车塑料。第21件，这是给钢门用的，背后有强磁，纯铜的，声音很好听，漆在钢门上就行。第20件，19件，这是一款录像时没有声音没有亮光的便携式摄像机，操作非常简单，开机后就可以一键操作开始录像，录音声音画面同步，断电自动保存，续航持久，满电状态可以连续录像10小时左右，可以边充边录，开启夜视后在黑夜也可以拍出高亮度的视频，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就可以查看视频录音。第18件，你绝对想不到还有这种高科技，牙签放进去加盖设计，防尘又卫生，自动感应出牙签，手上再脏也不会弄得到处都是。第17件，就这样艾特跟这只猪长得最像的人。我靠！第16件，把打火机给他搞里头，以后出门再也不怕忘记拿打火机了，在口袋里也不要装烟了，都把烟给压扁了，掏出来别人看见都嫌弃。打开这个地方，它可以放一整盒的烟，拉丝工艺，防摔耐磨，想抽的时候你只需往上轻轻一推就可以，别人也不知道你抽的什么烟。第15件，有车的朋友车里都会有个这样简易的千斤顶，还佩戴有这样一个手柄进行使用，想把车顶起来，我个人建议还是使用这种省力扳手，是专门给千斤顶准备的，还带有棘轮的功能，直接旋转非常的省力。第14件，这儿给它一撕，再把这一撕，然后把它放进马桶的水箱里边，这样未来的6个月冲马桶的时候都会有淡淡的蓝色清洁泡泡，它能有效的清洁马桶，还能带走管道里的污垢，这种保龄球的蓝泡泡就算用的时间长也不会粘在水箱里，自从有了它我家基本就不用刷马桶了。第13件，车上备个这种打气泵真的能方便很多，可以设置胎压，充气泵连接轮胎，打开开关就可以快速补充轮胎胎压，到达数值自动停止，各种轮胎球类都可以拿它来充气，晚上带有照明灯也可以当充电宝使用。第12件，第11件，第9件，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烟灰缸，把上面这个小头拧下来，它就变成了一根万次火柴，滑动就可以点火，它可以重复使用1万次。
烟灰缸采用的是304不锈钢材质，非常的耐用，不管你把它放在办公室还是家里，都特别的高端大气又上档次，而且价格也不贵。第八件，这种就是一辈子也用不完的火柴，不锈钢材质，可以挂钥匙链上，双灯双扣，非常炫酷，取出火柴棒往下一划就着了，防风防水。第七件，哇、哦，实在是有够帅，我好喜欢啊。第六件，快把你一块钱的打火机都扔了吧，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，轻轻一推就能点燃，用来携带真的太方便了。采用充电式设计，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，关键每个男人都值得拥有。第五件，不用油不用气的点火器，只需轻轻吹一口气，它就可以着了，然后可以充电，无限用的哈，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，带充电线。第四件，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我的心。看那微微火。第三件，男人的玩具新款电弧打火机，侧面有一个开关，按压就可以自动弹开，这里显示电量，轻轻往下压，是一个双电弧点烟器，速度很快，而且比较静音，没有电了只需要在后面给它充电就可以了，非常方便。盖子盖上，这里盖上防水的哦，咱们再打一下，防水防汗，充电就可以。第二件，我饮酒眼孤增，能醉我的几人风，我感到冷冰冰。第一件，这汽油又涨价了，你连个车都没有，你瞎操哪门子心啊。哎，我的打火机是烧油的。